小营养午餐一到五天天供应，宜兰县连续两年蝉联食欲力五星城市。要做的营养又好吃，县府携手民间团体农会，推动在地特色食农教育，更结合网络科技导入食材数位化以及线上登录系统，减轻年轻人的负担，能够推动国中小的免费营养午餐，整合有机农业资源，让在地的小农的耕作有稳定的销售管道，一周供应两次有机蔬菜，落实食农教育，要让宜兰的孩子们头好壮壮。县府更首创双语学校星级认证，来培育孩子的国际竞争力。108年开始推动星级的认证制度，目前已经有3所两星、12所一星。喂。获得认证的中小学，县府加码补助经费，建置沉浸式情境教室，先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，让学童对英文耳濡目染。县府建立教育绝对不能省的观念，让宜兰的学童赢在起跑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